植物大对抗。好耶，老大老大，快来接受惩罚了啦。不是吧，阿Sir，又是我接受惩罚了呀。谁教你老实说呢？打不过我，那你不就只能安心受罚了咯。切，这一次我一定会赢回来的。老大，你这一次的惩罚是在这两个里面选一个哟。惩罚每句话后面加一个我是大傻瓜。你才是大傻瓜呢，我可是最最最最最最最聪明的僵尸大嘴。惩罚大嘴选植物和僵尸的时候都要选一个最弱的。啊，这就是粉丝吗？那天天就想着我输呢。算了，我还是选第一个吧，大傻瓜就大傻瓜了，总比下一次继续输好。我是大傻瓜，傻瓜大嘴，傻瓜老豆。小蛙喊我就忍了，小鬼头，你说你哪来的胆子喊啊。我是大傻瓜。阿傻老豆，你问这一次的僵尸和植物，我这就告诉你是这一些哦。这个奇怪的僵尸是啥？小鬼头，大嘴，大嘴通。为什么老大要把我举在前面？小鬼头，手下保护老大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我是大傻瓜。大嘴，你真不要脸，还要小鬼头来保护你。小鬼头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是大傻瓜。没啥，老大，你上次输了，快点选植物吧。哼，我选这个美须藤。我是大傻瓜。大傻瓜选完了，我选这个西瓜头手。我选这个夜壶草。我是大傻瓜。你才是夜壶，你长着就是个夜壶头，人家明明叫夜壶草好吗？我又只能选自己，哎。接下来就是选僵尸了哟，小蛙姐你先选。小鬼头是废物，大嘴也是废物，那小鬼头加大嘴也不一定还是废物，所以我不要这个，我选黑暗骑士僵尸。你觉得小鬼头是废物，我不反对，你说我是，我看你是思想出了问题。我选胖墩僵尸。我是大傻瓜。哦，废物大嘴，我选史莱姆。哼，小鬼头，是时候证明我们的实力了，我们联合。我是大傻瓜。好的，大傻，好的，老大。接下来就是随机时间了。一，对方增加三个南瓜头；二，己方减少一个血量最高的僵尸；三，己方增加三个寒冰豌豆；四，对方减少一个攻击力最高的植物；五，己方僵尸血量翻倍；六，对方植物攻速翻倍。老大，你先来扔骰子哦。三，己方增加三个寒冰豌豆 ，nice 呀！我是大傻瓜。傻人有傻福，看我丢！一，对方增加三个南瓜头，我嘿嘿嘿，小蛙，你可以直接认输啦！我是大傻瓜。两边摆好阵型，准备开始了哟。老大这边的美须藤虽然很烦，但是小蛙的攻击还是会穿透的，直接就把老大的后排全部干掉了。阿正，我还是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是有点用的。不是吧，我的随机事件都这么完美了，还可以失败呀？我不活了，我是大傻瓜。老大，下次你就不是大傻瓜了，是别的东西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哟，大家拜拜喽。